谁？南天。杨忠。发现人没有？没有。去那边看。好。找谁？走错房间了。没那么简单。谁？我。老头子，看清楚了，一共七个人，都带着家伙事儿呢。其中有一个大哥拎着个箱子先走了。没错，就是小兔崽子。听着，你带着蓝天跟禅影到餐车上去，那儿人多。老头子，在这边，这边。还剩四个。还剩四个。谢谢。一共七个，撂倒一个，包圆俩，三下五去二，不用计一，就剩四个了。凑一桌得了。我会算账，别笑啊。这个下车，阿探长会在月台等你们，快！没事吧，华探长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禅影人呢？禅影？禅影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？坏了！哎，阿丁，我去找禅影。你找什么禅影？现在都是日本人的人，他们杀的就是你。你不能去，现在马上跟我去汤屋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快！没有找到禅影，我哪儿都不会去的。南亭，下去就没命。南亭，你别这么固执啊！现在哪儿都不能去，你们都去咱们约定好的那个临时接头地点仙居旅馆，在那儿等着，啊，等着我啊！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救张会长啊！本来咱们计划的好好的，我们把张少爷和少奶从火车上救下来，交给你，你再带他们去。现在全乱了，而且我怕。担心后面不定出什么事儿。老头子，我和你去。你也别去，你在这盯着，盯着他们，别让他们乱行动，不能意气用事，一招不慎，妈潘杰叔。嗯，那是。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没有红糖还做不了糟子酒，我今儿非把那俩姑娘和大少奶奶救出来。走，等等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那禅影呢？他怎么办？禅影一定要救，但不
不是现在，离开这儿再说。走，走，走。华探长，厅长，咱不动枪啊！他们大队虽然撤了，但是没走多远。你看见没？这前头呢，就是铁路警卫队。哟，大少爷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不行，老婶，我一定要救展颖。行，不过咱把话说好了，老婶来。一会儿我摔东西砸窗户为号。嗯啊。干嘛？大兄弟，今天没车了，等明天了啊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能没事别瞎溜溜吗？怎么这不是人揍的是吧？我今儿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天没黑碰夜活还没伴儿。说谁呢你？说谁呢你？啊！我错啊！小子，老太婆怎么样？啊？你是荒江女侠？荒江女侠，哎，这名儿不错，还真不赖。得嘞，打今儿起我就叫这外号了。啊，华探长。公主。陈颖啊，那个少奶奶被他们带回天津了。哪儿？天津。哦，是的，他们大部队撤退的时候好像接到一个什么电话，然后少奶奶就被他们带回了天津的张家洋楼。带回我家？哎呦，坏了，这可坏菜了，这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出洋的这个计划全乱套了，这可怎么话说呢？你说兰亭，去哪儿？我要回天津，我要救柴颖，就算要死，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行，回去，就算是死，也得把大少奶奶给救出来。不为旁的，是为了报答当年老爷的救命大恩，也得回去。我爸救过你，我没听他说过。老婶，你和郎中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说这嘴里又吐了。哎，那个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只要你活着，就有知道的那一天啊。那大少爷，你听好了啊，回到张家洋楼，我和华生先进去。红珠、蓝月，是是娘啊，你们就在外边看住了大少爷，就在车里等着啊。是。先走吧。走吧。